除了悦耳歌声，歌手们舞台表演服装也是一大亮点。好，我们看到在这个像是从歌唱选秀比赛出身的张若凡，穿上了超性感小可爱和热裤，秀出了好身材。戴爱玲则是一袭黑色贴身短裙，加上尖头长须，相当有气势。至于白安则是走白色浪漫风格。你挂在身里的歌手张若凡穿上超性感小可爱和热裤，再搭配白色长靴，露出美腿，绝对领域堪称今晚最性感。舞台上展现自信魅力，张若凡私下也透露这是有史以来最辣一次，唯一担心的就是裤子非常短，不过也很喜欢这次演出和服装。同样造型也是全场焦点的还有戴爱玲。黑色紧身洋装搭的是闪亮亮细跟黑长靴，带领舞台魅力爆棚，加上穿透力的歌声，气势如虹，让全场观众视觉听觉一次震撼。而歌手白安则是走甜美浪漫风格，白色搭配同样优雅又不失性感。短裙加上薄纱，纤细长腿若隐若现，搭配甜美歌声，仿佛仙女一般，让听众如痴如醉。这次 HITO 流行乐奖邀请多组歌手献唱，也让歌迷可以一次大饱耳福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